好的，它的面料是真的很舒服哦，真的很舒适。350还有给你一个皮带，这样好好看哦，超值哎。对，然后它也是算是雪纺的面料，料质的话它不会到很厚，可是可以看到我穿它是不会透的。然后这个 L 号的人穿起来都不紧身哦，它的这个腰围的地方后面是整圈松紧的，因为已经系好皮带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它的这边就是做松紧的，对，这个整个都有松紧，所以都可以穿到 L 号。然后它是做排扣的设计，重点它的扣子非常贴心，是做不可以打开的哦，你就不用担心会走光，所以你可以单穿就好了。然后面料非常的舒适，对，然后这件也没有分身高，所以娇小女孩子穿都没有太小的问题。然后是属于高腰的，对，然后就是穿的搭休闲 T 也蛮好看的，小背心或是穿比较气质一点，配这种一字领，对，一字的上衣也很美哦。好，然后你们可以穿平底鞋也可以，或者是那种短靴也很适合。然后它的口袋呢也是有做的哦，有口袋，然后也是做双耳朵，很有质感。然后背面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做松紧，所以是有点像小抓皱，对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长肉，就是它可以修饰你的骨盆。然后屁股的地方呢，就是如果屁股比较没有屁股的人穿上它也会有点小翘臀的感觉，对，那如果屁股比较有肉的人，它其实穿起来就是会修饰这样子的屁股，对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完全就是瘦瘦的感觉，这样长肉的一件裙子，真的而已。对，那我这样这个是卡色的，它是比较淡比较浅的卡，然后还有个基本的黑色，对，我觉得它的整个系列都非常好，它连口袋的这种造型也做得很有质感，好，然后才350副皮带给大家，真的分码的哦，大家都可以穿，一次 M L 都可以穿，而且它这两色怎么搭都很好看，因为它版型真的很美。对，比如说你们的上衣有没有如果有比较多深色系的配这种卡色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那黑色的话，上面可以搭一些比较亮的色系，亮色系都可以。就是一个也还蛮实穿，然后也不会退流行的款式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它的那个扣子是蛮有质感的，它两件的扣子都做同色的，就是卡色就配同色，黑色就配黑色，对，卡色然后带一点小车线的造型，是完全不用担心会走光的哦。好，这个是编号13，才350，你们要的话有喜欢要赶快加哦，这个官网都还没上哦，一上了可能都被抢光光，真的，对，才350，裙摆设计真的超好看，对，而且它穿起来完全不显胖。好啦，这个推荐给大家哦，新品也是本周的新品。